手卷泼墨，三方阿香，草桥相遇见两郎，三年同窗表情意，不知英台女红妆。洁白定情一生爱，思君空断肠。一草青青陌上开，彩蝶双双就徘徊，千古传颂声声。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。先治其国，马文才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正其心者，父子。双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那我能请假吗？请一炷香的时间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一炷香岂说浪费就浪费了？我不是去浪费时间，我是去不做学问就是浪费，不思进取就是浪费。你知道这一炷香的时间能学多少东西？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治其知。治之在格物。夫子教育英台要知行合一，英台现在要去格物致知。夫子再见。嘿，还没下课呢。来，不怕朱大人笑话。我那犬子文才从小就叫我惯坏了。闻听，马员外之子马文才，文才卓著啊！啊，想必他们成婚之后，我那个女儿也不至于失了分寸。都是一家人，大人放心，成婚之后
马某定会视贵府小姐如己出，犬子文才就是你的亲儿子。小姐，马公子相貌如何啊？是不是像给您写的信一样，学识渊博，才华横溢？才华这种东西，又没长在脸上，如何看得出啊？那马公子帅不帅啊？你自己看吧。小姐，这不会就是马公子吧？小姐，如此说来，马坡的事，还望祝大人多多支持啊！哎，马员外，这是哪儿的话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？如此方便，本官怎能行啊？祝大人说得对，马某失言，马某失言。不过闻听马员外有心，想为朝廷建造温泉汤池。啊，确有此事，祝大人不提，马某倒是给忘了。既然如此，马员外不用着急，慢慢的等待。这马坡的地契文书择日便到。哎呦，那可太好了。那果真如此，真得谢过大人呐。那这汤池之事，你放心，建成之后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？那我该去哪儿啊？你好歹去听听那马老爷说什么呀？还不就是求我爹办事儿，有什么好听的？哎，你去门口等着，今日啊，定有书信寄来。为什么呀？他之前说来却没来，定会写书信解释。今日他爹已经到了，想必他的解释也不会太晚的。让你去你就快去啊！哎，马员外，两个孩子的亲事就这么定了啊。是，马坡这事儿还望祝大人费心啊。没问题，告辞告辞。慢走。跑什么？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是。小姐呢？小姐在后。不是，小姐在房里绣花呢，老爷。撒谎都撒不圆，你要是陪嫁过去，怎么照顾小姐？哼！陪嫁？欢言你疏狂，深醉情不忘，深醉情不忘。没想到他竟是如此的情深意重。小姐，你说陪嫁的丫头到夫家府上会不会受欺负呀？你想的倒是够远的呀。咱们府上新来的丫鬟都受欺负，什么脏活重活都让她干。我要是跟您陪嫁的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小姐，你说他们会不会也欺负我呀？你想的没错，我看他们肯定会欺负你的，不仅让你干脏活重活，而且还不让你吃饱饭，甚至啊，还会让你睡柴房呢。啊，那我。
那，你愿不愿意陪着我呀？宜心自然是愿意跟着小姐的，可是，如果，我是说万一，我……好了，放心吧，你呀，自小就是我的贴身丫头，我不发话，谁敢用你啊？真的吗？那当然了。小姐，你找什么呢？宜心帮你找。我那件帅气的长衫呢？你又要出去啊？我呀，要去见美人。你看那，你看那，脏水不掉色，自然无痕迹。哎，哎，周公子，您过来瞧一眼，上好的西域胭脂，首单8折优惠特价。我？您随便挑，随便买，多买多赠，折后再折。你觉得我需要这种女人用的东西吗？当然需要了，公子，看您穿得这么帅气，又兴冲冲的，八成是去见心上人吧？很帅吗？帅，帅！你要是再戴上这个，就更帅了。英台，你穿这身衣裳可真帅啊！看来那个老板没有骗我嘛。坐。那是朱大人的女儿。回老爷的话，正是朱大小姐。不是说了，她再女扮男装来找小姐，就拦住她吗？可是小姐，听小姐的还是听我的？哎，是是是是。这是什么？这可是我们家小姐专门为心上人买的胭脂。心上人就是你喽？我什么时候改姓了马了？马小姐，本公子对你怎么样啊？是不是比那姓程的好？以后他再打扮成这样来，就说小姐不在家。哎，是是，下次我一定拦着住小姐。我是说，他再打扮成这样来就拦着。不打扮成这样，她一个女生怎么出门啊？就你懂礼数。是是是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是不是那老板又夸你们家小姐？哦，说你家公子帅了。我当然帅了，不过呀，不如那程公子帅。我看呀，谁也不及你家马公子帅。看你这志得意满的样子，可是见到他了？他没来。没来你还这么高兴？可是收到信了。深情款款，才华横溢。听你这语气这么肯定，像是和那马公子老夫老妻了似的。你和程公子还不是一样吗？信差可是同一天到的，想必信里面多的是甜言蜜语，浓情蜜意吧。哼，乌云蔽月烟波长，谁肯解思量，强作欢颜你疏狂，深醉情不忘。哎，小姐，我怎么觉得这句我在哪儿听过呀？乌云蔽月烟波长，谁肯解思量。不可能吧，这可是程公子特意为我写的，今儿才收到呢。可是我觉得我真的在哪儿听过。强作欢颜你疏狂，深醉情不忘。是不是啊，小姐？婉儿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英台，我让书房做了你最爱的烙粥呢。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平日里您可是最爱惜这些纸的了。我脑子进水了。进水？哎，
我让你去打听的事，你打听到了吗？马公子，什么文，什么伤，重文轻伤，什么一心读书，在书院主修，主修什么玄学吧？玄学？嗯，我看他是主修泡姑娘。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晌午出去的时候还马公子长，马公子短的，自己看。祝祝贤妹，这后面也没迎新认识的字啊。乌云蔽月烟波长，谁肯解思量，强作欢颜你疏狂，深醉情不忘。对嘛，我就说是这句嘛，刚才在婉儿小姐那儿听到的就是这句。我说怎么这么耳熟，上午婉儿小姐还说这是程公子专门为她写的，这明明就是妈我不能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我要把她叫来当面跟她问清楚。嗯，对，问清楚，把老爷夫人都找来，最好还当着婉儿小姐的面问清楚。强作欢颜你疏狂，深醉情不忘。不行，不能让他来。这啊，又不能来了？为什么呀？小姐，您真想好了？快来！小姐，看来你是跟我跟久了，变得有一些娇贵了，不知道让你干一些重活会不会好一点。小姐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还是快走吧。别呀，这一路上可远着呢，要不然你再好好想想吧。不想了不想了，见马公子是正经事儿，快走快走。走走走。老爷，老爷，夫人，老爷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老爷，老爷，什么事儿啊？喊起来没完，成什么样子？怎么了？老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，小姐带着银杏跑了。什么？跑了？快！哎呦，快！怎么回事啊？是真的吧？快过去看看。四月莺飞，绿草长。春天了，谁家姑娘娇嫩妆？住家呀，一心盼望这曲学堂。哦，不去了。要读诗书看文郎。快走吧。十八里，你我就此男儿郎。帅。
家是茶馆。哎，客官，您的茶。走，嗯。来，好嘞。龙井一壶，您先喝着。小二两爷。公子，您的茶水放这吧。这位兄台，请便。小二，小二，热水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公子爷，我们这是小本买卖，不能自带酒水的。你就只管添热水就行了，茶钱我照付你的。哎，爷，您且歇着啊，热水呀，管够。哦，兄台容在下拼桌。在下感激不尽，可否请兄台喝壶茶？好。啊啊！公子，你看这，你们长没长眼？赔我家公子的话。子兄，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不客气啊？赔你就赔你嘛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您心，明明是你们的不是，还这么横。哎，子兄，这位兄台，我也是好意。还请你见谅，你看这幅画值多少钱？我一定照价赔偿。我们家公子的画是无价之宝，你们就算赔10000钱都是少的。四兄，你别瞎说。这位兄台，这幅画是在下随便画画的，不值钱。公子，公子就是公子，比你啊强多了。你，兄台是否介意容在下多添几笔？哦，请便。银心，拿笔墨。四九，清桌子。恐怕近日里小姐不来了，为夫子何出此言呢？哎，小姐虽然顽劣，但是上课从不迟到，她应该是做学问去了。这个不太可能，虽然她喜欢。他喜欢穿男孩子的衣服，喜欢玩耍，喜欢淘气，可是他不会走远的。再等等吧，也许。还等什么呀？还不赶紧派人去找。哦，走。真妙，妙什么妙？大冬天梅花盛开的时候，哪有蝴蝶呀？哎，对对对对，这冬天呀，好像没有蝴蝶呀。你懂什么呀？我们家公子画的这是春天。春天？啊，对，这春天呀，好像也有梅花。你哪头的呀？我是那头的。在下梁山伯，敢问兄台大名？嗯。啊，这幅画虽然不值钱，但是却是要拿到集市上寄卖的。我与画摊的老板相熟，他每幅画给我10文钱。公子，天色不早了，咱们还赶市集呢。啊，这幅画是我与公子共同完成的，等到时候拿到了钱，我会与公子平分，还请公子给我留下姓名和地址。还姓名和地址？看我们家公子有才，想到近乎啊！谁欠你5个大钱？银心，不得无礼。这位兄台，我们萍水相逢，实在无需客气。我们还有事，就此别过。兄台，一个时辰后，我们相约
在萧山脚下的草桥见面如何？不好，公子，我们走。云溪，给钱。嗯，告辞。兄台，一个时辰后，我在草桥等你。公子，他们如此无礼，您干嘛还赶着送笑脸？如此能人，不结交，可惜了。公子，他不就是绘画之蝴蝶吗？您看上他什么了？你看这幅画，上面呢已经被茶渍毁了，可是他只是添了两三笔，就是画重生了，而且比之前更加生动。陶渊明大人的真迹，500钱，你还讲价？500钱，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涨了这么多了？不行不行，也许不是同一幅画呢。公子，人家都说不来了，您还在这儿巴巴等，咱还有一大堆东西没买呢，这都晌午了。他来不来是他的事，我既然说了要等，我就得等。万一他来了呢？那万一要不来了呢？咱不能一直在这儿干等下去吧？再等半个时辰。啊，公子，这不是你给那书呆子画蝴蝶的那幅梅花图吗？真狡猾，还说就值10个钱。我又不是想要他的钱。5个钱您是能不要，500钱呢？哎，这位公子，您可真是有眼力，这画500钱买回去，绝对是物超所值啊！老板啊，您这幅画可是陶渊明先生的真迹？绝对是啊。可我看着，怎么有点像顾恺之先生的风格呢？顾先生，那得1000钱。那也许，这就是顾先生的。您是文人，您懂，我是看不出来了。哎呀，这梅花图上怎么还有两只蝴蝶呢？蝴蝶？不对不对，这幅画不是顾先生的风格。不是啊，那您那就是陶渊明的。您确定？我自然确定啊。这梁公子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我的话，公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跟那位兄台分钱呢。公子，你怎么碰上那个人之后就变傻了？这钱放这儿，指不定便宜谁了呢。你看你，挨什么挨？哎，你们家公子呢？我说你们有没有诚意？知道我们在这儿等了多久了吗？我在那边。走。哎，公子。大伙可都看着啊，可别说我欺负后生。这陶渊明大人的真迹，500钱都是让着您的。现在啊，就算我吃点亏，480钱，这话您拿走，不然呢？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别介，您可千万别降价，这说好500钱呀，就500钱。甭跟我这玩心眼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叫人去了？我跟你说，我家就在前面的小西庄，来多少人我也不怕。哎，别跟我说那没用的，赶紧给钱呢。这位公子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，我是来给你送刚才卖字画的5个钱的。老板，人我可是给你请来了，这幅画您刚才说多少钱来着？500钱呢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梁公子，您还真是阔气呢。这么算来，这些年他还不知道坑了您多少钱呢。公子，我们家公子都把话顺你嘴边了，还那么多人作证，你倒好，那么轻易就放过他了。
您辛辛苦苦的画画写字，趁着帮书院采购的机会拿来寄卖，还不就是为了多赚几个钱？他卖多少钱是他的事，我又不是陶渊明。君子坦荡荡，良婿好气度，倒是在下妄做小人了。哦，不不不，还要多谢兄台出手相助，要不是你，说不定会有更多的人骂山伯是冒名顶替的了。知道我们家公子是为你好就行。什么就为我们家公子好了？你们还不是看那画值钱？四九，我们家公子压根就没把那画放在眼里，好吗？严心，现在都不肯透露姓名，遮遮掩掩，非奸即盗。四九，兄台不透露姓名，自然是有他的原因。咱们萧山书院年年招新，从没见过有谁如此拖大，哼，连姓名都不肯说。谁告诉你我们家公子是新生了？这个时节到萧山的，不是拜佛就是读书，难道你们是去拜佛的吗？拜佛请走西边，好走不送。四九，这位小哥说的对，是在下失礼了。在下英台，这是银心，见过梁兄。原来是英台兄，失礼失礼。小心啊。